史上最大暴龙化石史丹拥有了6700万年的历史，是目前发现最完整的暴龙化石。它的身长超过了11公尺，由188块骨头组成，重量估计达到了7到8公吨哦。10月6号，它将会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竞标，估计最高可以拍卖到台币2.3亿。こちらが今回オークションに出展されたティラノサウルスです。史上最大暴龙化石史丹有着巨大体型、恐怖利牙，唤醒了人们对远古巨兽的无限想象。10月6号，它将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竞标，预估最高可拍出台币2.3亿，惊人天价。1987年にアメリカサウスダコタ州で発見され、高さ4メートル。体長11メートル以上と。史丹是白垩纪时期的大型肉食性恐龙，由188块骨头组成，拥有6700万年历史，身前重达7到8吨，比非洲象重2倍。光挖掘修复骨骸就耗费3万个小时，而它也被认为是史上最完整的暴龙化石。No complete specimen will ever be found. It's estimated that it probably had about 300. 但其实刚开始，史丹一直被误认为三角龙。化石，直到1992年才有古生物学家确认了它的真实身份，其实是暴龙。而它被命名为史丹，是因为当初发现它的古生物学家就叫史丹。现在这尊史上最大暴龙化石，因为头骨太重，无法安装在骨架顶部，所以由较轻的复制品取代。真的骨头化石则放在其他展示空间，之后就看哪位收藏家能顺利得标，将历史性化石带回家珍藏。温秀斌。